我是品悦中泰皇家会馆的店长林品成。从事按摩业这么多年，知道顾客注重的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功法，也同时注重借由按摩身体所带来的舒压感。像是很多女性顾客，其实环境上的明亮度及舒适度他们会很重视，所以我们公司在环境上打造明亮、干净及整洁，希望每位顾客来到这宽敞空间里能够舒适又放松。欢迎欢迎，好，谢谢哦。两位今天想要做多久的时间呢？两个小时嘛，好，那我们这边请哦。我们课程里有中泰式两种手法，中式为主，泰式为辅。客人来到这里时，会先行做去角质服务，舒压时可以舒缓我们小腿紧绷，缓解肌肉酸痛。每间挑高的天花板，不让客人来放松时有压迫感。设计拉杆为的是将泰式踩背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泰式按摩是一件特别舒展的活动，主要以关节为主，注重脚部以及腰部的伸展。手法涵盖了按、拉、拽、揉、捏等动作，而中式按摩是能解决现代人肩颈背的酸痛，大多是以指压、肘压的方式去对特定的穴道施力，利用精油油推舒缓到全身的经络，使人体气血顺畅。我们公司将中式与泰式两者结合在一起，一次呈现于顾客身上，进而达到真正的放松。欢迎来到品悦，享受我们的中泰式服务，品质至上，心情愉悦，是我们品悦无可取代的精致体验。